右旁部长带领我们公主神的话语。神的殿，我们看到了
第一件事情是建造的心智。我们今天建立的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我有两个重点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是，我们什么叫做殿的根基？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殿的根基。如果美好的根基，上面的又很容易倒塌。先教导我们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是教导我们怎么样，在磐上什么？在磐上建造才是金银宝石。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个教会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根基，我们要把根基建立的稳固，我们才能在上面继续的建造，而所建造的才叫做金银宝石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学习任何的一些学问，或者我们练习各样的一些专长，我们都要学好最好的基本动作。这基本动作就是我们的根基。我们有很好的基本的动作，我们很务实、很扎实的把我们的基本动作建立好，我们才能够在以后所学习来的专长上，或者各样的学问上，我们有很稳固、很美好的一个发展。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忽略了今天的根基？第二个我要讲的是，什么是根基？什么是教会的根基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是比大，比美轮美奂，这比的高大雄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的是哥德式的建筑，今天在干什么？圣彼得大教堂，圣弥路大教堂，弥路就是保罗啦，若瑟就是约瑟，这些大教堂成为什么？成为观光的景点。弟兄姐妹，他们没有根基。今天台湾的教会，我们所看到的很讽刺、很大、美轮美奂，但他们的牧师却犯了一万的罪，不仅没让人起私心。我们今天我讲过两件事情：第一个，根基的重要，没有根基就没有金银宝石，没有根基就没有未来，没有根基就没有盼望，而这根基。第二个重点是，这个根基绝对不是我们眼睛肉眼看见，是属灵的一个建造，是属灵的金银宝石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很简陋，但是我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知道神的灵正在建造我。我就想到第一件事情，这些人是住在哪里？住在各城的弟兄姐妹，众人如同一人。建造的心智是众人都如同一人，他们不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共享抱负、理想，或是我们有钱。建造的教会每次开会的时候，我都最厌烦的是我们钱啊钱啊钱啊，为什么有钱就可以买一个亿的教堂在西门町？但是如今情况如何？那本来是我们要买。那个神在 TV 讲说那是一个神机，那个店本来是我们要买，我们就会给现金5000万，那5000万大家来贷款好不好？大家来背好不好？那叫根基吗？那叫美轮美奂的店吗？但是今天他们的牧师淫乱犯罪，几千人没人给这些店，我不怕你放出来，这叫根基吗？现在的根基。我们经常看到这些人住在不各城，但他们却怎么样同感一理，他们被圣灵一样的感动，明白吗？不是我们今天建殿，不是我们有钱，我们有理想，我们有专长，我们都是工程师，我们都是企业家。哦，好多人喜欢汪雪红去他们教会，说汪雪红在我们教会多好，人家是士林粮堂一下捐了11亿，可怜啊，可悲啊，无知啊。教会的殿岂是这些财主来建立？神的教会的根基的殿是圣灵之身，呼召那些君尊的祭司，是说爱的儿女们，我们付上代价，献上甘心尽神建立，是看不见的。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神，让我们一直在牵引，一直在这世上当积极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重要是我们的心智。你看他们的心智是什么？他们不是住在一起，他
们不是天天在聊天，他们不是有共同的抱负、共同的理想，不是啊，人的光环，这会是我们建，当年我们建，没有人这样讲。他们是同感异，他们领于一个圣灵的感动，领于一个圣灵的启示，他们同样被神呼召。今天你我不是人感动我们来做，也不是我们有什么专长，我们有多少的钱财，是神他的灵亲自感动我们的心，亲自呼召我们坐在这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正在建殿，我们就是根基啊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根基。因为我相信我们未来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未来的年轻人要超越我。我每天的祷告是主啊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们现在为你们打根基，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的基础上，是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什么建造？要建造，你们要超过我们千百倍的来建造神的家。但是我们这群人，今天就是现在 ，right now， 你要告诉你自己，我们正在为神建造根基，是树立的根基，不是因为我们有怎么样的才华恩赐，不是我们有更多的理想。不是，是我们被圣灵清清楚楚的光照，被圣灵感动。他们所罗巴伯、约书亚、以斯拉，他们众人成功了吗？异人，是按照神的感动、神的呼召来建立这个根基。就是光照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建造的力量从哪里来的？力量从哪里来的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他们在怎么样？约有的什么根基上？什么根基？祭坛的根基。他们建立一个什么祷告的祭坛？足坛献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到在建殿之前，你看第三节，根基建造，那第六节是什么？殿的根基。你注意看，一个是坛的根基，一个是殿的根基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建造神的属灵的殿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属灵的祭坛，我们必须要很坚定坚固属灵的祭坛，就是我们要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怎么来的？这是祷告来。当我在美国时，我发现我们不能够交通，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敬拜，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在会后我们彼此分享分担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跟神求着主。别人说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哇哪有个地基是一楼的，完了是有停车场，人家都说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神我知道，再难不能，再神凡事都能。我就祷告，跟我一起晨祷进食祷告的参与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在祷告，神给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这里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带领我们离开。但是感谢神，神让我们看到他是在垂听了我们的祷告。因为我们众人如同一人，我们在怎么样？我们祷告。第一个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什么？祷告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，在一个殿里，我们祷告是根植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，那个基础上。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？第一件事做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按着神人摩西的律法，又按着律法书，按数照例。后面说按着大卫定例。弟兄姐妹，不是你我喜欢怎么建造就怎么建造。我们该从摩西的会幕，一直到后来的建所罗门的建殿，一直到西律，完全是按照神他要的尺寸，神他的形状，神他的质地，甚至神要按他的颜色，是神是金光细光，全部按照神的心来做。我们今天建殿，自己喜欢韩国来一套学韩国的，新加坡来一套学新加坡的，香港来一套要姐妹。混乱啊，混乱的到处是那些败类，就是那些不明白真理的这些假师傅假先知啊。我们教会第一个，我们祷告怎么蒙神垂听？原来耶稣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按照神的祈求无不得着，我们就是按着神的启示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去祷告，神就使我们成全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规矩。我们中国人最终就注重规矩。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是哥林多城市，那是一个海港，非常大的一个城市，当代第二大城，有无非常丰富的资源，有非常的人多的人才，但他混乱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章都骂他们。保罗跟他们讲说，凡是按什么秩序而行，规规矩矩而行。我们今天的规矩不是教条，也不是世人的律法。我们的规矩是按照真理的感动，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心里，你看到祭司是什么样？祭司
是按着什么？穿着礼服进来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内在内在，其实随便，很多人来我们教室，明明进来跟人家不一样，你们礼服跟人家不一样，很多人穿破衫、穿个内衣、穿 T 恤上来的，大拉的，然后有时候我去讲到，那师兄来问，今天读哪里圣经啊？这就是神你把他赶出去的，你没有穿礼服啊？外在，我们因为敬畏神要穿衣服的，就是神给祭司的服装。内在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圣洁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敬虔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敬畏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安静的心？也许你坐在这边的时候，更脑袋那个烦恼，在思虑像马大一样。你预备一个安静的心，你预备一个圣洁的心，你有敬畏神的心，你有敬虔的心，这是我们内在的宗旨与圣洁，让你们看到。祷告是警醒，我们看他早晚什么？早晚献祭。为什么？因为怕邻国来攻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很多人我们在见到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，很多对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产生见到的征战。可是有个问题出现，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，热心服侍主的弟兄姐妹，好像没有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好像没有发财，好像没有非常的好。反而被重重的攻击，有的是怕不敢，有的是信主五年十年就失去了，像启示录上帝责备以弗所教会，你失去了起初爱主的心，你失去，你退步了，就像马太福音十九章所说的，在前的反而在后，在后的当将要在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见到的同时，撒旦魔鬼在旁边拆毁啊，那邪灵的什么大佬在拆毁啊，你不追求道理爬。你不注意就戳你一棍啊，不简单，我们都是。我们在见到的同时，我们的力量从哪里？我们第一个是建造力量，一个是征战的力量。建造力量祷告而来，征战力量更是祷告而来。我们在见到的时候，每个人弟兄姐妹，我们见到神的殿是属灵的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哥林多前书讲的非常清楚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今天所建的殿就是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建造。我们必须靠着祷告，在求主常常恩典赐给我们来建造。我们也需要祷告，抵挡那魔鬼撒旦的迷惑，抵挡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拆毁和攻击，就是祷告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：“当我们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所释放。”通过什么？透过祷告。所以他说：“早晚献祭，盘上的火，昼夜。”印记坛上的中的容面，因为姐妹，我们祷告有这样的生活吗？我们常常爱主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服侍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常常被攻击。我们祷告真的有这么殷切恳切吗？莫失道啊，攻击，莫失道啊！你看现在人是不是无清净、不节约、卖主卖友、任意妄为？自己的头装两天把它杀掉，还是高材生、医科的学生，杀父母算，还杀祖父母？我们看到这地震。我们看到这些灾难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还能够装聋作哑吗？圣经上启示那么清楚，日子已经到了，我们还要以像当时挪亚的人所想的尽都是恶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好的仔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面对末世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谨慎自守什么？你要警醒的祷告，因为谁都不知道那日子的样子。要警醒的祷告，大家不要以为在坐在这边轻轻松松，大家不要以为这是随随便便。不是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要进行祷告，否则魔鬼随时会攻击。他说：“吼叫时就攻击了。”要我们今天可不可以静静的思想一下？我们彼此静静的思想一下，你信主起初的信心、爱心，你有进步吗？当你曾经是这么爱主、热心服侍主、单纯的心来跟随主，如今呢？你曾经。那你如今呢？你如今呢？不要老告诉我你曾经是多爱主，不要告诉我你曾经是团契主席，也不要告诉你曾经是做过什么，为什么做过什么事。我只要告诉你，你现今不要讲曾经，要讲你如今，未来，我是谁？我还是那地位人吗？我还是军队的骑士吗？我还是像当初起初那样的爱主吗？进行。如果我们不好好祷告，我们祷告要照主的旨意祷告，
告，我们要警醒祷告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第六节，根基没有立定，祷告先开始，它那个秩序哦，它那个秩序哦，我们要建立神的殿，先从根基开始，对不对？好下根基，但是根基的秩序是什么？先有坛的根基，就是先要好好祷告，立下你生命属灵的根基之后，我们要建立主殿的根基是什么？我们各位姐妹弟兄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建筑的殿，就是埃克斯利亚，我都讲过，这不是一个 building， 不是个建筑物，我是告诉大家，不是个建筑物，有一个很属灵的大陆的下教的一个领袖告诉我，啊，你们不要再搬了好不好？我真的当然跟他想跟他讲，我姐妹啊，你无知啊，你愚昧啊，要搬，要逐日高升，要搬，要搬，神没有让我们停下来，神不让我们安逸。我们在一切山庄的时候，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挫折。我在一切山庄的时候，我们盖好整个殿之后，唉，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，好好休息吧。我告诉你，当时我们的青年团契，青团已经前几年没有了，我认识他的，我们请他做示范跑，一次是十件事，一次十件这样做，因为我们增长很快，但是我就疏于进行祷告，就疏于好好的继续的建造，瞬间我们的青年团契就分裂出来。很多人呢，不是两个大牧区的教会。回来就告诉大家，干嘛去敬拜？干嘛奉主名敬拜？干嘛？今天还有人在做见证，还有人在那干嘛那么严谨啊？团契，团契就是大家吃吃喝喝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大家觉得干嘛那么严谨？团契跟聚搞那么紧张干嘛？没有在好的敬虔的根基，没有在敬畏的根基上，我跟团契就分离。所以你们先看剩下来的号杠、效果、组织指示，他们都是伸手求取。还有贵是什么？其他大家都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我要讲的是，先要建立祷告。我们要建属于殿的根基吗？我们怎么连结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才是怎样建立？今天我们的连结才是殿。我们互为肢体，一个殿是为主的身体，凡是长进的，应属基督。弟兄姐妹。我们如果不好好祷告，我们不好好同感一灵，我们不能同心领到一样的意象。如果基督若有穷尽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？圣灵有什么交通？心中怎么慈悲的灵？我们叫爱心相同，意念相同，有一样心，有一样意念。我们今天愿意透过台上的根基祷告，让我们灵里互通，不是思想互通，不是结党，你跟我们 match， 你跟我想法蛮接近。你跟我背景很好，不是，是在基督里，是在爱里，是在真理里。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是把同样的意象、同样的感动、同样的行动放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什么？我们才建立什么？建立殿的根基。殿的根基要什么？付代价。弟兄姐妹，我先讲到秩序。建立的秩序是先有根基。才有这个建筑物，没有根基就没有这个建筑物，都是属灵。但是没有祷告的根基，就没有主殿的根基；没有好好的坛的根基，就不可能有圣殿的根基。今天人不祷告，今天人用尽了神的手段、方法、策略，在神必赐笑他，神必赐笑他，神不许这样的挑战。今天许多的教会用仁义、用血气、用手段在建立教会，我们就。今天会大家可以从我们可以从东区搬到西区，搬了十字架，这边是第十次，建了两次堂。大家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怎么样？想甘心祭，我们才能奉献甘心祭。你如果不好好祷告，你不会献甘心祭。奉献的时候心如刀割，那就不要奉献了。你不要奉献，如果有事。奉献刀的代表神没有让你奉献，你不要奉献了，因为惹动神的愤怒。神都缺这些东西，神会缺少这些东西。我常常讲，当神感动你奉献的时候，感谢神，感谢。但是神很喜悦，亚伯认识这个人吗？啊，以扫的弟弟亚伯，他愿意奉献
大家奉献什么？金、银元、物价、时间、金钱，奉献油、粮食给希特人、托洛人。弟兄姐妹，要付代价，这边要付代价。里面有人在什么？跟你要钱。我从来，我建立，我从来没跟一个人要过钱，我从来没到一个教会去跟人家布过口。我们奉奉父卖有恩典。我说我告诉各位，今天我们属灵的油在哪里？属灵的粮在哪里？我们给神什么？我们祷告，这是西伯德的建造，都是 DIY。不要一直思考，神不住人手造房子。我们今天，我们现在的金子是什么？银子是什么？是属灵的金银。是你心的生命当中你最爱最值钱的，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恩赐，神给你的恩赐，神给你的恩典，你要奉献出来。这个全面你们看见全都是 DIY， 这么容易吗？今天我们既然去建立属灵的殿，我们属灵的材料就是属灵的材料，不是你眼睛看见。今天神要在永恒当中，这个看得见的会朽坏，看不见的是不朽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树都讲过，那个旧坏的不能承受到不朽坏。你有恩赐吗？你有这个恩典吗？你有奉献在台前？你有？后面讲了一句话，怎么说？大声的哀哭，不是大声的欢呼，是大声的欢呼，不是大声的欢呼，是大声的欢哭。你没有进。参与建造的时候，当这个殿被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你没有感动，你无份，你无不配，你没有那种感动。但是你看到参与建立的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喜极而泣。有两种人，一个曾经看过这殿的老人，他们曾经在这殿中敬拜，他们非常的思念当年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，好好的谨守。他们曾经失去，当这殿的根基立好的时候，他们有感而发，他们。神有哭泣，感谢神，神你没有忘记，你再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你再把恩典，这次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可以建殿，虽然只是根基建起来。大家说欢呼是一些年轻人，有些年轻人，有姐妹欢呼什么？他们付上了代价，他们奉献他们的生命，他们奉献他们的恩赐，他们奉献最好的，当殿在这种，他们就是个殿，他们与殿有份，当这殿怎么被建造起来呢？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啊，他们心是何等感动！有一天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，那国完全成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不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这已经 already 已经是什么？已经是 finish 完全的完成了。你在哪里？你的心情是什么？你是大大的惭愧，还是大声的欢呼？这殿与你有份吗？你东藏西躲，躲在墙角，躲在大的教会，躲在暗处，不敢出来承担，不愿意奉献，很稀罕这些东西。奉献是重要的。合一堂见面的时候，我称合一堂，当时是民国67年的时候，我称我们这边有合一堂老同工，感谢神，这是刚弟兄，应该是。来吧，从美国，他看到是怎么在建筑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是一个叫做罗保罗，他名字不错吧？这家店叫罗保罗，这家叫罗保罗，他姓罗，叫罗保罗，吴桂兰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突然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小的孩子，他把他的铺满跟肥猪，我们以前的铺满就是一个肥猪嘛。他妈妈，我要把这个铺满献给上帝。当他把这钱放在那个圣诞桌上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个店一定建不起来，一定建不起来。我们就已经就是新堂，有一位姐妹流着眼泪，把一个金手表交在我手里，这都是我唯一可以想的事。他流泪，我也没那么多。我那时候就知道。我们一定坚持，越深已经越难，深已经越难。他是一个小人，他都是我唯一的亲属。我孩子满月的时候是，我当时接过来的时候，他有我在，我也信，我知道这样这个店一定坚持，一定
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凭什么在见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大声欢呼？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喜极而泣？我们为什么在主降临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坦然面对？因为我们立了根基。我们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，我只当讲，我们教会没有取代，我们教会只有传承。我期待我的孩子们，你年轻同工，年轻孩子，从抗议开始，每个都是约书亚，每个都是以利沙，每个都是提摩太，每个都是吕迪亚。我决定为什么在神面前为大家祷告，将来他们要倾注于蓝而胜，他们大大的比我们更加荣耀。但是在座的，我们已经立好根基，我们都是根基的建造者，我们要还你，我们要还你。布里维医师、王医师，感谢神，神给我恩，我要做见证。布里教会921大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去救援他们，感谢神。布里教会，布里教会最大的问题是说，他的巷道比我们这个还窄，然后里面是小的，所以没有办法。921大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去救他，就感谢神，你知道吗？旁边的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意思要批评别的宗教啊，很多宗教的，包括天主教都垮掉了啊。我们的教会怎么样？屹立不摇，房子快只是破了一面玻璃，他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需要鉴定，我们要鉴定。有祷告，有个医师，他在布利镇，他是开诊所，他一句话不讲，就把他的诊所给卖押给他，买地。当他这个事情放下去之后，你觉得这个医师怎么样？赚更多的钱，是不是？这个、医师赚更多的钱，他还活着，他太太竟然是我在北投二楼的邻居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王牧师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我不认得。我们住在吉耶路，我是你二楼的大姐姐。我吓一跳，医师娘。当他把这样事情奉献给神，那好了，没有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过他，对不对？我们福音队看过他怎么样？他接了委托，接了委托，但他一直流泪祷告。他居然接了委托，就是没法动弹。每提到见人，他就流泪。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什么几年过去，地买到，旧房是不可能有人卖。既然有人高价，神纪念他，我不晓得是谁做，神纪念他。结果呢？感谢神，以前我们贵州会是不能买卖土地，你只要敢卖土地，就有老牧师骂你卖主场。你要是造反，你要卖主场，偏偏我就是董事长。感谢神，上帝，我是董事长。我的妈！什么主场？我们没有主场，我们只有主耶稣。给我卖，卖掉你，在这边感情，很奇怪，就感情。好多年，因为以前的董事长盖章，为什么不盖章就不能干？我就盖章，下午有没有这回事？下午在哪里？下午去办，有没有这回事？盖章，怕什么？我没有什么主场，只有救耶稣，感情。我连去讲他们教会，他是躺着进来，有个椅子很特别，他还流着口水，他在一边帮妈擦口水，一边帮妈擦眼。有几个这种人呢、啊？这种人，在神德国家的时候，没有人。他今天流的是地上的眼泪，但是有一天他会影响永恒的光明。有几个好的思想，我们活的价值。我们今天活的价值，今日的光环，他明明以后，我们都曾经，那如今呢？很大的反思。我们今天都是一群教会，今天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是荣耀，我们是主所分别。我们正在为我们子孙打扎根基，我们在为我们年轻的这一群这一代在扎根基。
我们要对得起神，我们要对得起这些年轻的这些下一代。我们牧师讲到神上不客气，是不是很严厉？但是有一天在神的宝座面前，我对得起你，我不是讨好人，我是要你的死。我们请弟兄来祷告，我们请刘作兄、刘作弟兄带领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主日的早晨，您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。愿主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明白教会的根基，我们生命的根基若不连结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就如沙土，风吹雨淋就倒。主帮助我们，警醒我们，愿意全然的领受，全然的悔改，眼目从世界回转向神，不见一人，只有耶稣，愿意全然的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随主。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，在爱里面奔跑，在爱里面朝见神，神必祝福我们，与我们同在同行，让我们有能力建造教会，高举十字架，荣耀主的名。主帮助我们，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.